大家好，上次用成龙电快龙，这次我们来看看快龙能不能电成龙。比赛开始，快龙一样老样子，明明就是龙的呼吸，却用手发出呼吸。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，成龙要出绝招了，要出绝招了。要求快龙被 Ice Beam 夯掉几乎半条血了。好，比赛继续。成龙第二次出招 Ice Beam。Holy shit! Fuck yeah, I'm videoing it. What the fuck? I think that might be a. 比赛结束，结论就是成龙根本快龙克星。下课，喜欢请记得订阅和多多分享哦。